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市的金香玉正宗手工酸辣粉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据说他们酸辣粉蛮好吃的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很靠近临江夜市耶，感觉相当不错啊。那就拍一下这个全部的菜单。好，那我要这样，谢谢。非常酸辣粉。好 ，OK。那老板娘讲说，传统的是汤的比较多，那就吃汤的啊。好，那这个是麻辣鸡胗，现在就试试看啊。感觉好像还不错哦。够香够麻啊，不错哦。很好吃哎。感觉味道很道地哦，重口味的，应该蛮适合配啤酒的，麻麻辣辣，麻麻辣辣哦，好吃。味道真的相当不错。很好吃。咸香咸香的哦，真的很棒。感觉应该要配个饮料哦。重口味相当的棒哦。很好吃呢。当然比较咸的啦，就是不是配酒，就是要配饮料哦。那这个就是麻辣鸡胗哦，口味相当不错哦。分数我觉得90分，比较咸一点啊。好吃。好，再就试看这个肥肠酸辣粉了。肥滋滋，肥滋滋的啊。好吃啊。感觉店家工作的时候是很欢乐的气氛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一定会很美味啊。非常好吃啊。肥滋滋肥滋滋的赞哦。这个酸辣粉 Q 弹，相当开胃哦，很好吃。
好，真的很赞哦。哇，这酸辣粉的话就是很开胃哦，然后吃起来不会过咸，我觉得对于我的胃口刚刚好啦，中麻中辣这样哦，好，真的很好吃。好，相当的棒，嗯。我个人觉得应该口味算蛮道地的，好赞啊！相当意外的好吃啊！真的是很香啊，充满了感情的一斗。吃起来真的相当过瘾哦，好，很赞呢。哦，那嘴巴整个麻麻麻的感觉非常的棒哦。哦，相当的棒哦。然后个人觉得很推荐哦，好，那这个我觉得是满分哦，赞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红油抄手，它是放在长的盘子里的。好，现在就试试看哦。啊，感觉这边料理还蛮道地的哦。嗯，哦，好吃嘞！哦，主餐部分样样我都还蛮喜欢的哦。这炒手很扎实。
嗯，好吃。要不要拼一下一只娃娃？好，这总之的口味真的相当的棒哦。好，来吃就知道了哦。肉鲜味美浓，然后这味道真的相当的棒哦。青菜有什么？我觉得是满分的，一口接一口，一口接一口，很过瘾。真的很好吃的。哦，吃起来真的很过瘾。对，我还有猪耳朵。嗯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满分的，不会过度油腻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啊，赞！好，那相当意外，令人觉得好吃啊，各位朋友可以来尝尝看，相当的棒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紧接着就来到这个幸福的一天，然后号称冰淇淋之神的店家，那我们来吃吃看这个日式的冰淇淋。好，那外带从这边开始排。稍等我一下。好 ，OK。不好意思。稍等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。就是上完课之后，然后再。好，你好。你好。那我叫那个。刚我讲那个套餐的，那你要经典清明还是夏日风情？啊，夏日风情好了。那夏日风情，好，夏日风情吗？哎，对。这样的话200。都好。有需要统编或载具吗？哦，不用。不用。它是装甜筒的吗？你要装甜筒还是装杯子？装甜筒的。装甜筒。对对对。稍等一下。哎。那杯饮料的部分要稍等一下。那冰淇淋先给你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。哦，就从这边挤的。这边要先挤掉一点，不然它就。好。好，那这个是相当经典的啊。哎。好，谢谢。饮料这边稍等一下。哦，好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冰淇淋之神了。好，现在就试试看。画得好快啊！好，现在就试试看啊。冰淇淋之神，嗯，哦，味道很浓郁啊，啊，很细致的口味，化好快哦，啊，才拍一下照就化开了。好，化超快的，蛮好吃的啦，就是这个牛奶很浓郁的感觉，嗯，好，少女心喷吧，很好吃，化超快的啊，嗯，牛奶的味道浓郁浓郁，香甜香甜的，好，那这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稍微贵啊，一分钱一分货，然后好吃啊。那下面这个像饼干一样哦，甜香甜香的，相辅相成，嗯，好吃，很特别，是女生会喜欢的味道，很细致啊，很精致的口味。啊，再是这个搭配的饮料喝喝看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百香果柳橙气泡水，啊，也蛮好喝的啊。啊，建议搭上一杯，冰冰凉凉，冰冰凉凉，这样喝起来很舒服，好喝哦，很适合女生吃的套餐呢、啊。我倒掉一些冰块啊，那下面就是类似这样子，像果糖或果酱东西，还不错啊，蛮好喝的。然后下面喝起来有点像芒果的感觉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幸福的一天。我吃起来算是比较赶一点的啊。哦，来自日本，然后这个服务员都蛮亲切的啊。好，那这边也有三明治可以品尝。
相当的不错啦、哦、就是一分钱一分货，这个蛮赞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冰淇淋之城，然后画得很快，那个人觉得蛮好吃的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用餐一块，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愉快的周末，拜拜。